评委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杨敏，和我是冰岛人。首先我想道歉，因为最近我有点感冒，所以我的语音听得有点奇怪。现在我很想开始自我介绍，所以请给我加油。大概2或3年前，我开始学习韩语，和大概四年前，我开始练习，武术、太极和气功。我很喜欢练习太极，因为太极的动作是自然的一样，有运的动作，有随的动作和有放的动作，所以做太极让我感想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我住在冰岛，和我觉得冰岛的自然特别漂亮，所以我想让你们看看我练习武术和太极在冰岛的自然。我们去吧。我被中国的文化很吸引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谁很喜欢艺术和历史。对我看来，艺术不仅是画画，而且是时尚、电影、书和音乐。茶是我最喜欢的饮料，我也很喜欢中国菜。我是一个舒适座椅子，所以最喜欢吃豆腐和饺子。感谢你们看我的 vlog， 请给我加油。